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4日讯，据此前报道，在一笔雷霆、雄鹿、鹈鹕及掘金四方交易中，雷霆将亚当斯送至鹈鹕，得到希尔、米勒、掘金的2023年的受保护首轮选秀权及次轮选秀权，来自黄蜂，以及一个2024年的选秀权，来自奇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 ESPN 分析师 Bobby Marks 报道，雷霆在这笔交易中获得了一个价值275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，这也创造了 NBA 史上最大的交易特例数额。雷霆有一年期限可以使用这项交易特例签下球员，也可以放弃使用。据此前报道，鹈鹕与史蒂文·亚当斯签下2年3500万美元续约合同，该合同全额保障。编辑：姚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